是参加的嘛。而且对于健身房的来说，就是没有办法去外面锻炼身体也好，去健身房撸铁也好，家里有一些装备就地取材，完全可以锻炼到。就地虽然不能撸铁，但是可以取娃啊，取娃也可以，家里有各种各样器材的，比如说什么拉力带啊之类的，弹力带啊，这些市场就家里有。车里面没有戴口罩，不用戴口罩。